最近我把这玩这个怪兽大暴走，你不要做任务，你一边做任务就遇到两只一样的，不信吧？比比做任务就遇到两个一样的，麦克斯做任务遇到一个一样的，五局赢的里面三局是里面带水有灵感，叫什么？你也明白。最后送上一个麦克斯一个币的水四平时长的一个三十的。本期互动话题是：你怎么会在我的手上？